足三里的作用与好处。如闻医生特邀专家苏同生，陕西省中医医院针灸科主任医师。足三里属于这个足阳明胃经的穴位，足阳明胃经和这个是人体的这个后天之本，脾胃是人体后天之本。那么在足三里实行这种中医的这种治疗方法，能够起到很好的保健作用，强身健体，这个延年益寿的作用。那么日本人呢，经常在足三里部位实行这个化脓灸，就是在足三里部位将它长期灸，让它这个足三里来化脓，局部化脓，这样能够提高机体的免疫作用，能够达到这个延年益寿、去除病邪的作用。那么咱们中国人由于这种怕这个造成局部的伤害，所以经常是在足三里部位采用针法，采用按摩的方法等等等等。这个因为足三里这个穴位的特殊性，所以它起到了这个保健、强身、补益后天、补益气血、这个延年益寿的作用。所以这个足三里是一个人体很重要的穴位，大家可以在三里穴位做各种各样的一些治疗，对身体是自有好的作用，没有什么坏的作用，大家可以多灸足三里。